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Ryan 作为一个专业嘅主播咧，最紧要就系有自己嗰间房。有啲时候咧，我喺屋企做主播嘅时候咧，唱歌啊、跳舞啊或者讲嘢啊，阿爸阿妈可能会装下我哋，但系觉得好似好唔自在咁样样啊。但系如果你有自己间房嘅话，咁啊真系超正啦。喺 Last Room Academy 总共有6间房，呢个时候嚟睇下。第一间房呢就系以 DJ 为主嘅，呢一间咧就系我自己最中意嘅啦。 男仔 set up 嘅房，你话几正咧？喺度做直播，超靓。有咗男仔房，呢个时候就系女仔房啦，又请公主。咁呢一间房咧就好多人梦寐以求啦，就系Comarkey嘅房。我哋睇睇佢背景系青色嘅，充足嘅灯光，舒服嘅房间。呢个背景你想 key as 乜嘢图画都得。 咁呢一间房咧就系以销售为主噶啦，你可以放好多产品啦喺个 Apple Box 上高噶，睇落去非常之靓。呢一间房可以坐超过2个人，大概2到5个人啦。咁如果想做访问啊，有2个主播嘅话咧，呢一间房就系最适合你啦。咁呢度咧有咁多间房咧，就唔同嘅主题啦。咁你想拣边间，任你嚟拣。嗱，如果你想成为呢一个专业嘅销售主播嘅话，呢个时候快啲报名。